师傅，把灯灭。哎，亲爱的，我已经到岱山了，跟校园院长把情况了解了，你弟弟确实被人带走了，这家人现在拒绝校园院长探视，这孩子现在到底什么样谁也不知道，我从当地找了一辆车，要不然我连夜去看看。老袁在不在你身边？这么晚去了一个陌生的村庄，很不安全的，大半夜的我上哪儿找他去啊？你放心吧，我这有老客户，多少年的交情了，你不用担心。可我还是不放心，要不你还是不要去了，回来吧。我人现在都已经在这儿了，我怎么着都得过去看看去吧。再说了，你不担心你弟弟现在什么状况吗？你放心吧，我就说我会说我是来探望这些年慈善结对对象的。可以了吗？那你注意安全，你看看就好，不要有任何的动作。我看人办吧。我是很认真的跟你说，真的不要有任何动作。一旦惊动你的客户，就等于惊动你妈。以你妈的手腕，把这个事情扩大了，我没有办法面对。不是有那么严重吗？真的有。行，我在做任何决定之前，先征求你的意见。可以了吧？注意安全。有空吗？看你好累的样子，陪我聊会儿。进来。完了完了，安迪，我资深人士的毛病又犯了，你快救救我吧！还有这种病，没听过吗？这种病的典型就是，找钱没本事，找茬一找一个准。我刚才看了疫情的朋友圈，他现在那个女朋友太贪了，又让疫情在房产证上写着他的名字，还要10万块钱的聘礼，全套的头面首饰。他怎么会在朋友圈发这个？不过本来也是相亲。没什么感情基础，婚前谈点条件很正常。再说他看中那个女孩是一个处女的身份，总要付出点代价。可这也太贪了吧！照这个要求啊，结婚第二天就离婚，那一半的财产就打水漂了。现代人呢，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，什么做不出来啊？要是真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，也是他为他自己的观念付出代价。人各有志，愿赌服输嘛。哎，也是。你说我怎么就，那么多事儿呢？是不是挺婆婆妈妈的？但我就是觉得可惜，你知道吗？应勤那孩子本质挺好的，他怎么就不能跟小秋在一起呢？嗯。喂。嗯。你怎么样啊？什么？包总对你那么伤心，有没有想过要结婚啊？
你知道的，不可能的。我知道，你是担心自己的身世，又把人往外推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大城市的人不结婚也没什么，但是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做人呐，随大流最舒服，标新立异最累。要是迫不得已的标新立异，就更累了。你是做派强势的人，又有这么特殊的身世。作为朋友，我真的想奉劝你一句：该妥协的时候就妥协吧，不要做非主流，困死在自己的心结里。就算你能力再强，腰杆再硬，怎么想怎么做都可以。可是有一个可以真心依靠的人，有什么不好呢？行了，不打扰你了。嗯，我不送你了。喂，对自己好一点。你到哪里了？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我把你弟弟接出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我没有遵守我之前的诺言。你为什么总是不听我的意见呢？安迪，我保证你的意见对我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但是我不得不这么做。你总是有理由，你总是有理由。你弟弟被关在一个生活里，我把我所有的担心、我的恐惧、我的预感，我全部都告诉你了。你还是要这样？他不仅仅是你弟弟，他也……我真的会被你害死。看着一个人活得连畜生都不如。秀媛院长，是我，我马上就到了，您别担心啊。这件事情不是交给老严去处理了吗？可是包子坚持要去，而且他看不得小明受苦，他把人给带出来了。如果你弟弟真的跟对方有血缘关系，你的确没有资格带走他，他更没有。可是对方明显是冲钱来的，如果我给他一次，就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我不是怕他要钱，我是怕我满足他之后，他们会对小明不放手，这样小明会过得更惨。所以我只能斩断经济，让他们什么都得不到，他们才能够把小明给放了。而且还怕别人把你挖出来，牵扯出你的身世，更是后患无穷。你冒不起这个险。你真的是最了解我的人。人现在既然已经带出去了，再送回去不现实。现在只能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他安置起来，然后再通过法律手段争夺这个抚养权。对方虽然有你弟弟的生父在手，可不是完全行为能力人，而且经济条件状况也不允许，判给你的可能性非常大。我知道，但是现在小明不能够在包子手上，你能不能帮我想办法把小明接到上海来？你的意思是让我去和包一凡抢人？根据我对他的了解，他未必肯把人交给我，除非你不怕他跟你绝交？绝交就绝交，他这个人总是爱自作主张，我真的，我每天都提心吊胆。老谭，我希望你不惜一切代价帮我把我弟弟接到上海来。我们要不要相信小包总一次？毕竟他也是做事的人。这件事情我只有交给你我才信得过，我不相信任何人。而且如果小明在包子手上的话，很有可能他妈妈很快就会知道这件事，到时候会没完没了，很难想象会扩大成什么地步。好吧，你别担心，我来处理。挂电话。3:1415926389。安妮，去哪儿？安妮姐，你干嘛去啊？上班。不是，你上班穿一拖鞋呀？没事，我有事。
安迪，你看我买了菜，我准备回去弄点面条吃。饿了吧？去我屋吃宵夜。对对对，我正好有几个用完单子，我马上请教你。走吧，特别好吃，真的。等一会儿。